首先需要确认 ID 尾号。就设置参数需要拍照保存，与经销商确认 ID 尾号，取得升级文件，文件拷贝到 U 盘跟目录，不同经销商文件不能混用，插入 U 盘，同时按下这三个键。接通电源，进入刷机模式，依次按下这三个键，开始升级。Later， 升级成功。如果升级后出现设置参数错误，进入工厂模式，输入60，可重置参数，去除误按机械清零。重新设置参数。